来个热腾腾的大海螺，哦，哦，喂喂喂喂，那能让你断进去，精华。 去掉，干挤出来。天冷了，吃点辣的，热乎热乎。嗯，太香了啊！面包蟹排成排。 对面的双击捞起来，进来的哥姐们，如果你也喜欢吃面包蟹，对着面包蟹猛戳两下，来上一小锅。哦，天冷了，家人们注意保暖，咱们下个视频开捞双击，捞上一排面包蟹。 满满这一锅啊！听说头开的才会有双击。哦，哇，满满的都是火。 哥姐们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面包蟹，对着面包蟹上面猛戳两下，嗯，太香了啊！熟了，哥姐们，开饭。哦，海鲜一小锅，今天吃扇贝。 多吃点，来个大八爪！哇，太大了吧！哦，大才吃得过瘾，是不是？那我先尝尝。哦，你也吃一口。嗯。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。 给个双击吧，谢谢。哇，嗯，鲍鱼，嗯，呀，嗯，嗯，嗯，吃个面包蟹。这面包蟹要怎么吃啊？头开才香嘛。 正是。哦。嗯。你不是说头开的面包蟹香吗？用人。我尝尝香不香。肥倒是挺肥，但是香不香啊？嗯。你也尝尝吧。哇。感觉香，家人们给个双击，谢谢。 确实挺香。
下次还得偷拍。比如说一千块钱吧。来个火辣辣的大爆头。哇，满满的都是沫。牙黑黑的那种。来了，哥姐们，一起做海鲜。哇，葱姜蒜爆香。哇，大八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大油螺，面包蟹，海螺，简简单单一小锅。生抽，做海鲜其实非常简单，四个字，简单粗暴。香醋，天天要双击，要双击也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给个关注可以吧？来个斑马螺，有没有认识的？哇塞，哇塞，这么肥，哈哈。精华，哇，好，我也是第一次吃。天冷了，来俩小鲍鱼补补，热乎热乎。哇，吃鲍鱼这里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吃啊，拿下来，这里是牙齿。行，他妈的，这是排泄物，这里是牙齿。太香了，清口背。进来的哥姐们，记得点个双击啊！加油！给我，你吃个面包蟹。这面包蟹要怎么吃啊？用头嘛。你不是说头开的面包蟹香吗？尝尝香不香？你别说，真香。我尝尝。还行，蛮香的。海螺，太瘦了，比我还瘦。苦胆拿下来，哇，挤干很过瘾啊，就跟挤痘痘一样。来个清口背，哇，
都说大港抠，大港细，不舍得吃龙虾帝王蟹，我缺的是龙虾帝王蟹吗？啊，老铁，我缺的是你们的双击，5斤的帝王蟹，20斤的大龙虾，够不够大？来吧，面包蟹，再来俩小的，哥姐们，能不能给大哥500个双击，500个关注，谢谢了啊！盖上锅盖，咱们下个视频露的。人家都带着奶奶来拍视频了，今天我也把我奶奶带来了。给奶奶整了一个帝王蟹5斤的，下锅，奶奶。再来个20斤的大龙虾。啊！再来两只小的。奶奶，给我要个双击，要个关注。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，给他500个双击，500个关注，谢谢。谢谢你们了啊！下个视频，奶奶你想不想吃？想吃。下个视频再吃啊！好嘞。开锅！呼！哇哈！来个大爆头！哦，嗯。哎呀，妈妈都什么？好好，让哥姐们别忘点个双击。嗯，大长龙，热腾腾的大海螺，哼。哎，哇，精华，哇，苦碗拿下来，好，干，哇，来点酱料。一个字，正香正香。我哼，啊，来个小八爪。哦哟，嗯，哇，这还有大米啊，哇。大米，就来哥姐们，别忘了点个双击。点个关注。小八爪，哦哟，有大米啊，嗯，哎呦，哇，大米，嗯，太香了，哥姐们。哥姐们，都是大港的贵人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大港点双击，点个关注。
还有吃鱼，哇！哎呦哎呦，我这，哎呀！碎了，嗯，哇！太香了，嗯，哎呀，可惜，嗯，哎，可惜碎了。来了，老哥，呀，葱姜蒜爆香。面包蟹，今天来个大澳爆，哎呦，麻麻赖赖的，小龙虾，花爪鱼，海螺，哎呦我去，老抽。料酒，香醋，进来的哥姐们都是大港的贵人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大港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。输了，哥姐们，海参一小锅。别，太香了。哎呀，看这虾肉。哇，馋不馋人？来个大爆头。夜明珠，哇，大米，带大米的绝对香。